我们家的抓马鸡，就是老家就是蒙城，做出味道是独一无二。蒙城得有两到三百家抓马鸡，这不是吹牛逼，全国抓马鸡我都可以挑战，还不服来战，欢迎光临。老三，我麻辣鸡是最好的。安徽蒙城，看这鼓楼下，安徽蒙城的麻椒鸡有名，咱们去寻找一下。人家要一大盘。这都是下蛋的鸡，老母鸡，味道怎么样，小美女啊？香啊，是吧？小孩都香。电池款36元。哦，这个孩子喜欢吃椒麻鸡是吧？是的，我们那美女多。是。人家苏杭出美女，我们那美女更多。是。哎，我一看这到这个店了，都来是美女来冲着你来的是吧？是的，这边美女哪那么美？是。没下锅了，王总。啊，下锅还来一锅，来一锅煮了，这是第二锅了。对，这锅煮的少。这锅最多30只，盛30只，你只煮27、28只，你不能煮30只，煮30只那汤马虎对吧？冒、哦。对。再加水，麻烦别点的。加水把这个弄上，压完。这个石头是山东，从土地公拿来的。哦。啊，有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不仅能赚到钱，还能锻炼身体。是，为啥？生姜、八角、这个就不要讲了。今天就是现场教学了。这只是一个理论。哦。时间还没。这是猪汤，马上这个秘方都给汤里面了。哦。大葱，你看，大葱就是灵魂啊。对。这椒麻鸡的灵魂。对。这马就加干水就 OK 了。对。这肚皮，就放在那个，这一炸，这个肚皮有多也行。有的小孩子不吃肉，闹了就要吃豆皮。炸过之后，这是开始那个鸡汤一泡，好吃。对，那味道是不一样的。你像我们家小孩就要来养，每个礼拜要吃一次，每个礼拜都要吃一次。这我现在下架的切货下架的。啊，这是切干，这是弄的三角形就可以了。放点蒜。哦。每个桶都要放一点。哦，这个炸麻鸡制作一万复杂的。然后倒葱。放这么多？放多了香有味啊，大葱提鲜的。放这个凉水里是起什么作用呢？这个皮可以脆的呀。哦，你还要有个好配一个呀。哦，夏天炸。现在装这个冰块，哦，这个不要装，现在不要，这个水凉了，哦，只要凉，有凉水把它挤一下，是吧？哎，对，知道了。给你多，分量可以。啊，85。味道还好。啊、就是用的寿司的。啊，寿司鸡。寿司才有感觉的哈。那吃入味啊。是啊。你看这撕的，啊，这鸡大腿跟撕碎。你剁了、哦，你剁了就不行了。对。你剁了吃了这个骨头扎嘴。哦。对。确实是老鸡，这个鸡肉都是发紫的哈。黄来那边苦黄，这边就来卖。哦，小南一天的话，现在能卖多少只？要我这是一个店啊，60-70只。一个店60-70只。嗯、小南现在平均一只鸡能卖多少钱？小的70-80块钱。70-80块钱。对。哦。大的80-90。哦，也可以了，利润这个鸡的利润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有时候鸡不均匀，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。是。哦，你后边还有很多奖项咱哈。装的是吧？哦，没，那合肥的，北京的，他们是当地的。哦，上过很多卫视。嗯，对。只要努力干，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了，是吧？那是的，你就要干时间长。没有味道你是干不起来的。对，经常过来买这个鸡。经常买。哦。人家一个星期得吃，最好得吃2次。他要是想这么辣的，这个小孩能吃吗？小孩也可以吃。哦，小孩也可以吃。小孩可以吃，微辣也行。哦，想回家的话，你得蒜来配点什么蒜才吃了？
回来就是这里边的，种的有豆皮，有鸭血。哦，回家再配一些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们买一只，这一只上车多少钱啊，老板？85。85，好。我给加个皮脆的肉香。皮脆肉香，特点就是皮脆肉香，是吧？像他们带回去吃的话，还得加热一下吧？这尽量不要加热。哦。太暖和了。太暖和了。以后生意就更好。哦。天越热，生意越好。是，我看刚才那个美女讲，回家这个下午这个剩下汤能下面条，基本上零浪费哈。那东南是煲汤，不要做火锅。是，它地域不一样，吃法不一样，是吧？我们这就是夏天好。哦。哦，还有搞的大宝盒，这个大宝盒收费吧？不收费，收费那都不收。啊，也是不收费的。对。哦，养生堂。啊，对。哦，怪不得说大同是灵魂了哈。啊，主要是大同。你家那现在能吃好几个？哎呦，这一大盆也太实惠了。跟你多来大同。哦，多来大同。看，我买了一份麻椒鸡，这一份是85。量是很大，说这个听这个王总讲，灵魂是大葱，咱不先吃鸡，先尝口大葱。大葱配的，看，它里面是蛋鸡，没见过的鸡蛋。上面看着是飘了一层辣椒，不辣，微辣。怪不得说这个小孩都喜欢吃嘞。来个鸡翅，看着鸡翅，上面裹满了油啊，就是食欲。它这个肉啊，吃到嘴里啊，就是刚才因为它又是用凉水煎的，脆。确实是做的与众不同，因为这个鸡啊，在普通家庭中啊都经常吃的就是基本上在家以炖为主，炖出来这个肉啊，它都是软烂，但这种吃法脆好吃。因为是老母鸡，非常的紧实好吃，它里面这个豆皮炸过的。劲道好吃，像他们用这个汤啊，都回去这个说是涮火锅吃，确实有点这个那火锅料的意思。哎呀，重口味，好吃！它上面配了这层油啊，浇到米饭里，吃特别的香。哎，再来份大蒜、大葱。来口肉。啊，真香，怪不得都喜欢买吃，好吃。